上一节我们讲了心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我们接下来讲肺，讲肺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肺的生理功能一叫肺主气，它包括主呼吸之气和一身之气，由于它具有这样的作用，中医称之为肺为气之本，这也是一个原理。我们今天看它是个判断，表达一个原理，肺为气之本。第一，讲肺主呼吸之气。首先讲一讲呼吸的含义和它调节。就中医怎么样定义呼吸？中医学怎样来认识呼吸过程的调节？换句话说，中医对呼吸的生理过程，它的调节机制是什么？呼吸是指机体同外界环境进行气体的交换过程，呼吸是一个动态的术语，是一个过程，是机体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它的调节机制是什么呢？在中医脏象学里面，五脏都参与调节，其中最重要的是肺和肾。肺在呼吸过程中它有什么作用呢？叫肺主呼，称之为肺为气之主。也就是说，肺在呼吸调节过程中占有主导作用。仅仅完成肺的调节，还不能完成呼吸的过程，那么还需要肾来调节。肾在呼吸过程中所采取的作用叫肾主纳气，肺主呼，肾主纳。由于肾主纳气的作用和命门学说那个肾阴肾阳为阴神诸阴诸阳之本这个理论，强调肺在呼吸调节过程中叫做肾为气之根，这根是根本。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主宰的，一个是主导，一个是根本，到底孰轻孰重啊？中国中医学传统就这样来表述。那么这个主和根在汉字里头都有不同的意象，如果说我们把它理解为根本，那么呼吸的调节是以肾为主，而不是以肺为主。在这里面就相对于的比较来理解，那么呼吸的调节过程是肺肾共同参与，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总来说，前提肺为气之本呐，肺为气之主啊。除了肺肾之外，其他脏腑都参与呼吸调节过程。至少我们还应该想到脾呀。大家想，将来学习临床课的时候，咳嗽，不管是喘和咳嗽这两大系统的疾病，不管有多么复杂的临床表现，集中概括起来只有三个字：咳、痰、喘。用中医脏象学说来说，咳是呼吸的长，喘也是呼吸的长，首先想到肺和肾。所以中医治疗咳嗽，说出病在肺，久病在肾。那么怎么样理解痰呢？至少想到将来讲脾的时候讲脾主运化水湿，就这个一讲，中医还有一个原理叫脾为生痰之源。所以在咳和喘这两大系统的疾病当中，首先想到痰，又治脾。实践证明了，那健脾燥湿是祛痰第一关。那么
仅仅有肺肾还有脾，所以历代的医家又提出来治疗咳嗽喘说，说出病在肺，中期在脾，末期在肾，至少想到肺脾肾这三大。除了脾之外，肝，将来我们学习肝的生理功能还进一步讲，肝对全身的气机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呼吸的正常与否与肝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在讲五行学说治疗方法什么，有个左筋平目，咳嗽，还有治肺，同时还有治肝。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最典型的读清燥救肺汤的方解，通过这一个方子就读出来，一常印在呼吸调节过程中肺肾的作用，同时也注意了肝脾的作用，特别是肝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学到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要有误以为呼吸的调节仅仅由肺和肾完成的，在五脏系统中这两者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情况规定下，那么想到肺也都想到肾，所以一呼一纳，呼外出，纳内入，这两者阴阳平衡，呼纳阴阳平衡，处于和谐状态叫呼吸调匀，并不意味着其他脏腑并不参与。在脏相学说最后一讲，作为同学们自己看参考的，那里面专门论述人体的呼吸生命过程都有哪些脏器参与，这个请同学们自己看。在这里面，一要明确呼吸调节的基本机制是肺主呼，肾主纳。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来认识呼吸的调节过程也是五脏共同来完成的。下面讲讲肺主呼吸的具体作用。一，肺它是气体交换的场所，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那么具体它怎么样来进行气体交换呢？和外界环境气体交换呢？那肺通过呼吸作用叫吸清互浊，用现代生理学讲，那么叫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在咱们中医学里面叫吸清互浊，清就对机体有用那个气叫做清气，而经过体内代谢以后产生那个需要排除那个没有用的气叫做浊气。中医把气分为清浊，清浊，这个清浊大家注意，在这里面，在这个特定条件下，吸清互浊这个条件下，这个清是指到对机体生命过程有用的清，有用的物质气体。这个浊是机体代谢以后形成那个对机体没有作用那个气，仅仅在这个条件下，这个清浊对这样来进行定义。而讲气的分清浊，分清气浊气的时候，那个浊并不是完全指没有用的气。在中国文化里面讲气学分气清浊聚散，讲清浊用金台来理解，那是讲它的物理性状，轻轻往上浮，重浊往下降，同样都是有用的物质，有的可以表现为轻，也可以表现为浊。仅仅在这里面定义这个浊是对机体没有用的气体，用现代的话翻译就是二氧化碳非呼出就不可，除此之外不能这样理解。这也进一步来强调同学们在学习中医学的时候，某一个术语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语境，
再来理解这个术语的特定的含义。离开这个语境，刚刚还有其他的意象。这一点是在学习中医理论时候，掌握中医的概念时候要特别注意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言环境叫语境，用术语讲。另外，我们表达就这个判断，这个术语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掌握好这个条件，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概念。第一个生理功能，肺主呼吸之气，需要同学们掌握上面这些内容。第二个功能叫肺主一身之气，什么叫做一身之气？一身之气用从它分类来说，可以分来源于先天的，也可以来源于后天的。什么叫做先天和后天？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先天后天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说的先天和后天是以出生为界限的。一个生命体在出生之前称之为先天，从出生到死亡这个生命历程定义为后天。人身上之气，先天之气又称之为元气。那么它主要的来源，来源于肾。后天之气，一由肺的呼吸作用所吸入那个呼吸之气，二经口摄入的饮食，经过脾胃的运化所产生那个水谷之气，两种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气，称之为中气。这个中气的形成要有肺来参与，要有脾来参与。中气再进一步来分类划分，可以根据它们运行的部位，它的物理特点，就是性状特点和它的功能，又分为阳气和阳气。现行中医基础理论这种分类方法有很多，现行中医基础理论本教材就是按照这样一个系统进行分类。那么由此我们看到一身之气怎么形成的呢？是由肺脾肾，肺在上焦，脾在中焦，肾在下焦。肺脾肾这三脏不仅仅代表这三个脏器，实际肺脾肾这三个字代表了全身五脏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一身之气。这个一身之气我们在气一元论讲的时候，讲它的医学含义时候，就是人体之气。中医文献里把这个人体之气呢更简化，叫做人气。大家注意啊，这个人气是生理的，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维持生命活动，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不是我们通常意义讲那个阴元人气。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为一身之气。在这里面，肺主一身之气，它具体表现为，我们看通气的一身之气的生成，有肺必须参与的，它通过呼吸之气的作用来参与。通过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一，什么叫做肺主一身之气？肺主一身之气，它的内涵是指肺有主次调节全身之气的作用。把这个作用称为肺主一身之气。那么具体的肺主一身之气作用是什么呢？一，它参与中气的生成。笼统的讲，肺参与气的生成。
那么更确切的点说，它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机制参与了一身之气的生成呢？它是通过参与中气的生成而起到参与一身之气的作用的。那二，它废除一身之气的作用表现为它对全身的气机具有调节作用。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气机的概念，我们在讲气一元论的时候提到气、气化、气机三个概念。气是生命的本源，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气运动起来以后发生了运动变化，我们称之为气化。那么气化过程它表现的形式升降出入，这种运动称之为气机。肺的第二个作用，它有调节全身气机的作用，就是通过肺的呼吸作用，呼吸作用使全身上下内外气的运行正常。在这个条件下，肺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呼吸，发挥肺主一身之气的作用。总之，肺主一身之气的作用，一，参与气的生成，二，调节全身气机的活动，保证气的运行正常进行。第三，肺主呼吸与肺主一身之气的关系。它们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肺主呼吸，一，它通过吸清护浊参与中气的生成；二，通过肺本身的运动，在吸清护浊当中，肺要运动，这个运动概括起来叫宣，叫肃，宣就宣发，肃叫肃降。宣是向上向外，肃是向下向内，集中体现了肺的呼吸，肺的运动集中体现了气机运动的形式，升降出入。通过肺的呼吸，宣肃正常，保证了气机能够正常的进行升降出入，通过这个机制来调节全身气机，使气机运行正常，从而保证了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正常。这就是肺主呼吸的作用。那么它和主一身之气的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肺主呼吸和肺主一身之气，谁决定谁啊？谁起主导作用呢？肺主呼吸。因此又得出个结论，说肺主一身之气取决于肺主呼吸。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那么由此而派生出一个原理，这句话论证了肺主一身之气和肺主呼吸的关系。若肺不能呼吸，那么全身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人在阴阳离绝的时候，过第一道关就呼吸停止，那肺不主呼吸，全身之气既不能生成，并又不能正常运行，那么人可能就要阴阳离绝了，再进一步发展就阴阳离绝，就无所谓气的生成和运行了。这是第一个肺的第一个生理功能，叫肺主气，包括肺主呼吸之气和主一身之气。那么既要了解什么叫做肺主呼吸，什么叫做肺主一身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与肺主呼吸的关系，还要了解肺
是怎样主呼吸，就是肺主呼吸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掌握中医学认为肺的呼就肺呼吸过程的调节机制，每个脏腑发生的作用，为什么要突出强调肺和肾的作用。关于肺主一身之气，掌握肺是通过参与中气的生成而参与一身之气的生成，通过肺的宣发和肃降来保证全身气机升降出入的运行正常，从而达到全身气机调节作用。下面讲第二个功能，叫肺朝百脉。一，肺朝百脉的含义，请同学们注意，将来的学内经的时候，肺朝百脉的定义和我们中医基础理论肺朝百脉的定义有区别，有区别。那内经里面肺朝百脉的定义，可以认为是经典定义，而我们现在的定义，是在内经的基础上，经过历代医家的发展，我们今天取这样一个定义。那么什么叫肺朝百脉呢？所谓肺朝百脉，是指全身血液汇聚于肺，经肺的呼吸，使富含清气的血液运送全身，这个作用叫肺朝百脉。从这个定义，我们提出了两个要素：一，血液，全身的血液必须汇聚于肺，全身四肢百骸、脏腑、经络，所有的运行的血液必须都汇聚于肺。我们把简单的把它概括为由外而内。因此还没有完成作用，完成了肺朝百脉的作用。第二个要素，通过肺的呼吸以后，吸清护浊，然后把血液必须是输送到全身，由肺到全身。那么这个阶段就是由内到外。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它，就是外、内，肺就是内、外、外、内、外。这样的完整的表达，它肺朝百脉的作用。如果从字面理解，朝则向也，只能用这样一个前个第一个要素来定义它。内经就是用这样的定义来定义的，而我们今天的中医理论，大家已经得到共识，所有中医理论教科书或次书，都是在这样来定义肺朝百脉的含义。二，肺朝百脉有哪些生理作用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它，叫助心行血，就是帮助心脏推动血液在全身脉管中循环不已的来运行。如果做用泵来比喻的话，这血液循行的动力，我们可以认为心在血液循行当中是第一个泵，而肺又是第二个泵。因为肺在中医学里面把它比喻为相父之官，仅次于君主心，宰相。就这个意义讲，我们说它有帮助心行血的作用。具体怎样行血呢？它有它的结构基础，结构基础。这个心和肺通过百脉连接到一起，连接到一起。将来在学习经络学的时候，
会进一步来体会心肺他们在结构上的关系。二，它有功能的基础。肺主一身之气，肺主气。那么中医学认为，血要想正常的循环不已的在体内运行，它必须由气来推动它。这个关系将在气血津液学说气血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还要进一步讲述。在这里要求同学们记住，血液的运行非气不运。那么肺主气，心主血，也就是说心主血脉，非肺气不运，可以这样理解。就这个意义讲，肺有助心行血的作用，这就是肺朝百脉的具体的生理作用。简单的概括的记，就记助心行血就可以了。第三个生理功能叫肺主宣肃，请同学们注意，在现行教材和现行的专著当中，关于肺主宣肃，有的把它当作一个功能的概念提出来，表述肺生理功能的概念提出来，把它放在肺的主要生理功能范畴，作为肺主要生理功能。有的从它的气机的运动属性，把它作为肺的生理特性的概念提出来。因此在教材的处理上，那么有的教材就把它当作肺的生理特性来处理。我们现在阅读的教材，我们是延续着在继承五版教材的基础上，仍然是继承过去的传统，把它放在生理功能的范畴。我自己的学术专著，我自己主编的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教材，那可以充分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把它放在生理特性里面去。为什么呢？我们后面讲肺主宣发肃降功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一，什么叫做肺主宣发？那么肺主宣肃是宣发肃降功能的合称。第一，肺主宣发，什么叫做肺主宣发？肺主宣发是指肺的气机运动具有向上升旋、向外布散的特征，它有这个作用。把这个作用，实际上是把肺这样一个气机运动的状态称之为宣发，或者说把这样肺向上升旋、向外布散这样一个运动的趋向和状态，即肺的气机运动的状态，称之为肺主宣发。这种宣发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排除浊气。我们讲肺主呼吸，前面讲就肺的气机运动而言，必须是宣发肃降处于和谐状态，才呼吸调匀，才能做到吸清呼浊。肺主宣发，气机状态表现为向上向外，那么它的作用之一，就通过肺的呼吸作用，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第二个作用，人体内所产生的精微物质和津液，怎样分布到全身呢？其中肺的宣发作用有参与。通过肺的宣和发，输布、布散、精微和津液，
到达全身。第三，通过肺的宣发作用来宣发胃气。我们在前面讲肺主一身之气的时候，讲到肺的呼吸之气和脾胃的输入之气结合起来形成中气，中气根据来源不同，根据功能特点不同，它的状态不同，又进一步分胃气和营气。这个胃气就是指那个胃气说的，这个胃气由谁来宣发到人体呢？是由肺的宣发作用来完成的。这个胃气将来我们在气血经上还进一步讲，它对人体有保护作用，执行人体屏障作用，它还能调节人体的呼吸，还能够调节人体汗液的排泄。这个作用是通过肺的宣发来行使的。就这个意义讲，肺主宣发，具有这些生理作用。我们通过这个生理作用，同学们可以理解，一，排除浊气涉及到肺主呼吸的作用；二，输布精微和津液涉及到人体内的水谷精微、气血津液的运行、生成和运行；三，宣发胃气牵涉到肺和脾的关系。至少我们看，从第一个意象来看，作用说排除浊气涉及到肺主呼吸的作用。讲到这里，同学们会不会提出来，李老师，那肺主宣发和肺主呼吸它俩什么关系啊？从逻辑上看来，如果是按照逻辑学的要求，概念的区别开来是不相容的。这一个概念在同一个体定体系里面，同一个环境里面，它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概念和那个概念不准相容。那么看，请看肺主宣发这个概念，它的内涵和肺主呼吸的概念相容不相容？有一部分就重合了。那所以还把它放呢，我还把它放在生理功能里，我们就尊重传统。严格来说，肺主宣发应该放肺主特性里面的，有别于生理功能的概念，区别开来。第二，肺主速降。肺主速降是指肺气清肃向下通降这样一种作用。或者说它的肺的气机运动的状态，我们通通用作用来定义它，都是因为你我们这个肺主宣肃放在生理功能定位在这儿，所以定义一律宣发速降都定位是肺的一种生理功能，外验是功能。肺主宣发什么功能呢？就是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这样一个生理功能。肺主速降就是指肺气清肃下降通降的功能。在这个教材里面，把它放在功能的范畴，就不能把它定义为特定的范畴，生理特性。如果这本教材把它放在生理特性的范畴，同样是定宣发速降，它的外验是特性。我们这里尊重教材的分类的表述方法来这样处理。至于同学们将来学习以后自己通过阅读文献，那么还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目前处理这个概念两种不同处理方法，我认为都可以。贵在同学们学习的时候能不能分清楚宣发、肺主宣发、排除浊气和肺主呼吸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放在同样放在肺的主要生理功能里面，是从不同角度来定义
肺主宣发肃降，着重从肺的运动来看它的。基于至此，可以把肺主宣发肃降放在生理功能里。肺主肃降的具体生理作用和肺主宣发相对，一细入清气，一宣于肃，保证细行呼浊。二，同样具有输布精微和津液作用。注意，虽然同是输布精微和津液，那个宣发是向上向外不散，而肃降是向下向内输布，它的气机运动的形式不一样。那么一上一下，一内一外，保证了对全身进行输布精微和津液。第三，有清肃益物的作用，这就是肺主肃降的具体的生理功能。我们把肺主宣发和肺主肃降合起来看，宣发肃降是从肺的运动状态来考它的生理作用，它的生理作用的内涵包容了一肺主一身之气的作用，二肺主呼吸的作用，三我们后面讲了，后面要讲肺主行水的作用，那涉及到气血水。气血水实际上肺主宣发肃降，它的作用囊括了肺所有的生理功能。我们现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来学习的时候，就这样来理解。刚才我讲了，那么在逻辑上要求概念之间不准相容，那么这就出现了肺主宣发，肺主肃降，以肺主呼吸，肺操百脉，后面我们讲的肺主行水，发生了概念的相融。这在同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从逻辑来说是不允许的。我们今天还这样处理，就尊重传统，只是同学们理解的概念的时候要分析它是从什么角度来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概念的相容了，就不存在逻辑上的不完善了。这里面并没有出现中医学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表在科学当中表述另一个和一个概念下定义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下定义，可以下性质定义，可以下关系定义，可以下发生定义。那么同样一个概念从不同角度给下定义，分别可给予出不同定义，从这个意义来解释来理解，那么肺主宣发肃降，以肺主呼吸，他们在定义上、概念上就不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了。所以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考察在定义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定义的，把这个条件搞清楚，那么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至于混乱了。第三，讲讲肺主宣发和肺主肃降的关系。简单的说来，就叫相反相成。前面我们讲到宣发和肃降体现了气机的升降出入，我们把宣发根据它的定义，我们定义为它的气机运动是向上向外，而肃降是下降和内入向内。那么外和入、升和降是一对矛盾，那么外和升是阴，入和降是阳，
如果我们规定完啊，那么它两个阴阳互根，一两者对立，二必须互根，三必须对立又统一，换成转化为传统的中文的表述方法，叫既相反又相成。它们是什么关系？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从肺主宣发肃降这个角度看，肺的生理功能，宣和肃必须相反相成。一旦这个相反不相成，也就是说对立互根的关系失调，就会出现宣发肃降的异常，那就会表现为肺主呼吸的功能、肺朝百脉的功能、肺主行水的功能发生异常。在临床上治肺的病变，只要注意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来学习中药的时候，第一个药物发散风寒药物，同学们将来要学习麻黄，它既能够有发散风寒、有宣肺的作用，同时还有肃肺的作用，它有利尿的作用，它是典型的代表。那么任何一个中药，它们的作用都是双向的，体现了阴阳的对立互根，不存在单纯的宣、单纯的肃，仅仅是随主随次而已。这就一个药而言，做治疗肺的许多药物和方剂，就方剂结构来说，既考虑到宣，也要考虑肃，使只在调节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平为期，达到治疗肺、调节肺、宣肃失常的目的。这将来在临床上，同学们在临床要特别注意的，要肺气不宣，要使生服药物；肺气不降，要使沉降药物，截然相反的。辩证不清，那会适得其反。如果从这一点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说医生哈，不治可喘了，治可喘丢了脸了。从另一个外侧面讲的什么呢？咳嗽喘虽然是一个最常见的，大家都认为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疾病，可是治疗起来又是如此的困难，直到今天也是咱们中医药界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从肺主宣发肃降的关系，要求一个医生正确把握肺气不宣、肺湿肃降的度，做出准确的判定、精细的辨证，在这个基础上，饮食要正确、精细，处方遣药还要精细，把那构效关系、量效关系做到恰到好处，来调整宣和肃之间的矛盾，最终达到以平为期，何等之难呢？从这个意义，我们就理解咳嗽喘为什么古人说医生不治咳喘，治咳喘丢了脸。好，休息会儿，这就到这里。